家好，如果你看到这视频的话，就是这个视频呢，就是 behind the scenes， 就是说我 after 拍完，拍完史莱姆影片之后呢，会做什么？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请点个赞，然后呢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叮当。那么呢，我们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